良师陈明万菩萨，是我们社区委员师姐。我是陈明万的女儿，妈妈这一次的她是罹患胃癌，然后她不愿治疗，她也不要化疗，她就是要把这个大体捐出去，因为她如果治疗，她的胃就要被就是要手术，所以她这个大爱我真的很感动。妈妈是我的贵人，她带我进入慈济，我很感恩她。我都跟妈妈做环保，做福田，还有香积，我都跟着她，一路上她陪伴我做慈济。现在她不见了，我为了追寻看到她的身影，我只有进来慈济才能看到她。是我跟妈妈安慰说，我带妹妹跟弟弟进来慈济，好，你要替我们加油。我有在她的耳边这样跟她讲，所以我要继承母愿，跟随师父的脚步走。这一回出门看见啊，总是很令人有一点很难舍。这个难舍呢，有长期的难舍，短期的难舍，但是呢，舍还是得要舍，因为呢，足比虚下，这种代价呢难免，这叫做自然法则啦。那小舍呢，是在短暂的，也许一年后，也许半年后，这都是呢人生需要生活的舍。这生命生活空间活动，这总是呢也是一个舍字。那总而言之啦，世间叫做苦，也真是苦。每一场每一场啊，都会听到啊某某人走了，这一种很不舍的，看不到他，总是安息啊。这就是所谓世间苦啊。除了这样的苦以外呢，是什么苦啊？总是跟我们医疗的最密切的，那就是病苦，病真实苦。因为病呢，是每一个人的生死大事。有的人啊，听到了，哎，突然间起呀啦，我都会先说祝福他，很有福啦。那一种不低不高，无病无痛，或者是病痛中呢啊，突然间就这样的解脱了，那种清妙自在。那是真正的清妙自在。最近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啊，胃开刀切掉三分之二，那还要做化疗。我希望我能广结大家来当菩萨啦，啊，共行菩萨道。我希望我当上人的贴心弟子，好好的做慈济。请善人保重身体，生生世世，追随善人做慈济，永不后悔。就做慈济，永不后悔。妈妈退休后，全心投入慈济，到处都有她的身影。她在慈济里总是精神焕发，朝气蓬勃，就算有病痛一样不松懈，认真地完成今年的古捐。因为妈妈的因缘，14年前我开始加入仁医会，有时候儿子跟外甥也会一起去当医疗志工。
义荣在这里发愿，在仁义会的路上更精进，更认真义诊，利益众生。感恩上人，感恩慈济这个大家庭，成就妈妈精彩的人生。感恩。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每天都要感恩哦，感恩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还有生命在，有了生命才能做事，我们更要感恩，我们选择都是好事，都是好事。竹筒岁月虽然以前都是早上要起来就挂上上人送我们的佛珠，然后就在竹筒上投了10块钱，然后感觉到很踏实，然后再去准备上班。以前只是自己在家里投，那现在就是竹筒把它摆在自己的枕间，然后看到病人就是跟他说慈济，跟着的护理人员就拿出他的10块钱投啊，另外一个护理人员就拿50块出来投啊，这种原来慈济这个精神不是只是埋在自己的心里，要讲出来，要做出来，然后才能带动这个周围的人。听到门诊放了一个竹筒更好，医师劝善换险，你要治病同时要劝善，你救他解脱他身体的痛苦，你还要再辅导他说，你点滴不一定10块，不一定5块，哪怕是1块，只要呢打从你的心知道这一个竹筒就是救人的，要救人的这一个竹筒，你花一念心放下去，这个时候就是心想要救人，你心想要救人，那样的一点点的因啊，我们真正的造了救人的因。何况公吼，心本来就是记挂的要救人，那就长期记挂救人呐、而且身体力行去救人，这呢，真正的都是生命。我们在生命中呢，好让我心态，还更要感恩，就是说有这样的因缘。专是心地，是都是贪心，地呢就是利益精魂，真正的救人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用在智慧，或是用在自私，这都是要看人家己。很有幸的，在慈济的医疗系统，我们四大三小的医疗系统。我们的医院，我常常说我是真有福，我每一家医院的院长他们都是呢很有心，大家人都是共同一个方向，这实在是我真的很感恩啊。那你要一定看看我们所有的医护同仁等等啊，这都是有志一同，总是让我们的医疗真正的为社会人群而付出，社会人群绝对不能欠缺医疗，因为有人就有病，有病就有痛，就是苦啊，所以医疗很重要。所以说起来，有当时阵，我对家己吼嘛讲感恩呐，对自己说感恩。在世代企业，都是呢，人间社会非有不可的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，这呢，在人间呐，都是非有不可，所做的都对，所以。年龄也这么大了，我对自己呢
也放心了，这些哈跟大家很坦白的表白，我这一辈子哈总是呢再自我检视一下，我没有错过一件事，总是呢一路走过来，这种与人无争，与世无争，一世无争，即世人，我总是这样走过来，所以我的心总是呢一直都是很平坦很静啊，说什么时候都没有遗憾，各位啦，总是呢爱心，爱心呢要身体力行，医疗也是赶快，社会少不了它，但是呢更少不了人人有爱。